我在这里寻找所触及到的看不见的。大多是充满了含蓄与精彩，从日的静谧到夜的深邃，传统和潮流不争不抢，冷静和热情共生共存，外界不停运转，不动的只有内心。要赶第一班公交，要赶最后一班地铁，花一辈子时间在赶时间，也要花点时间让时间变得慢一点。不巧想去的店会关门，要找的灵感还是照常营业，作品是你看世界的样子。我看到的就是一切可能，所见即是未来。